谢谢莫耶菲。那再来的就是要谢谢我的唱片公司啊。OK， 再来的就是我们好没有默契啊，谢谢。再来要非常谢谢我的唱片公司，叫什么？对他非常，他们非常的用心，而且每一个人现在可能有人在不同的角落领域，然后都对东阳非常的好，然后对这个案子非常的用心，所以要谢谢我的唱片公司华纳唱片。对，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Galaxy Group。对，我们真的要谢谢他们，又派很多的保安来保护我们，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做了很妥善的这个安排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要感谢这个场地的提供，还有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，谢谢你们。真的，我觉得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一次两个礼拜下来，马来西亚的歌迷真的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，然后会很舍不得大家，然后可能就是对，很快，可能希望之后其实会陆陆续续一直回来马来西亚，但是希望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唱歌给大家听。哦，有，新加坡下一站就新加坡了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反正这两个星期你们给我很好的回忆，然后我觉得我这两个礼拜应该说了不下，应该差不多5000次的谢谢，握了5000次的手，那所以我觉得很大很大的感触，然后非常谢谢马来西亚的歌迷这么疼爱栋梁，然后尤其我的歌迷会的朋友，还有后面在淋雨的新山的朋友，或者是来自各个地方的朋友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对东阳的疼爱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接下来你一定要唱这首歌，那我也希望这首歌呢，可以跟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大合唱，好不好？哪一首？错了，哪一首？你想的好像要唱哪一首，错了再错了。可以吗？还是哪一首？哦，对啊，其实最后这一个行程还要谢谢佩佩，因为真的很辛苦，真的。因为其实讲真，这次我们签名啊或干嘛，真的都签不少，然后他都一直负责维持秩序啊，然后团康啊什么的。没有，我也谢谢你，因为你他们都对我很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是要唱最后一首歌是《错了再错》。OK， 我们一起大合唱好不好？来，谢谢。还有雨吗？明明就有。Yeah.